大家好，我是子晨，今天我们来讲解的是 Blue Burn 的 Diam Bass 部分讲解。那在说明大方向之前，我们这边就是稍微前情提要一下。那我个人觉得这首歌是一个非常适合新手来学习的一首歌，那也蛮适合就是学过一阵子的人回来复习一些就是比较初学一点的东西，那让自己的基本功学习得更扎实这样。那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使用的 Bass 的音色，那他在原曲中我看他现场的表演是使用 P-Bass， 那在 MV 里面他是使用一个像是 Violin Bass 的一个 Bass 一个乐器这样。那个乐器的话，它相对来说音色很特别，但相对来说 Sustain 比较短，所以如果我们在选择乐器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不需要想太多，就选择一个单线圈的乐器，那像 Jazz Bass 啊或是 P Bass 我觉得都非常适合这首歌。好，那第二点的部分呢，就是我刚才也说它是使用 Violin Bass 嘛，所以它的 Sustain 会比较短，它的延音会比较短，所以在歌曲中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清楚。那我在这一次的解说中，我是把它现场版的编曲跟它录音版的编曲做一些结合啦，所以其实不见得是非常原曲的一个 cover。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各段落重点的环节。好，那一开始第一个地方就是12秒到31秒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也就是 bass 刚进来的地方，也就是前奏的部分。那这个前奏的部分它有一个蛮重要的技巧，就是这个滑音的技巧。那其实这个滑音的技巧在这个前奏非常明显，那我稍微提点一个比较重要的，我相对觉得比较难的地方，那其实就是它第二个 chord 到第三个 chord 的连接这里。那它第二个 chord 是 E， 第三个 chord 是 A， 那它连接的方式是这样，对，它其实有先弹一个音，然后再锤音锤在第一个，然后滑到第五个这样，所以在操作上可能会相对比较复杂一点，这个各位同学要再稍微学习一下。那接下来到我们主歌的部分，那主歌也是非常长的一个段落啦，就是大概31秒到1分12秒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一个很非常基本功的一个8分音符的韵指这样。那这个地方看似很简单，其实我个人觉得在初学的时候还要把音跟音之间给黏在一起是一个大家都需要做的功课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呢，就是扣跟扣之间它的那个连接要做好。好，下一段的话是我们的副歌，我们副歌的话是从1分12秒到1分54秒这里。那这一段的话它会在这首歌非常常出现，那它会用很多方式来改变这一个段落的节奏。那我们现在第一次就碰到它，它这一段的话是跟后面的段落有一些不一样，那第一次出现的话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这样。那这一段呢比较需要说明的是，它一个循环有八个小节，那八个小节呢它第三个小节跟第七个小节它们的韵值是有点不一样的，那我这边简单的稍微说明一下。那第三个小节是从这个 3F 然后到我们 A 这个地方，那我们第一次的话因为它这个 A 的地方它其实要做后面第四拍，它其实是要踩一个这个 B 的过门，所以在弹的时候啊，食指是这样尽量直接移过来，然后再弹下个音，所以在演奏上它就会变成这样。对，这边的食指就是直接移过来。那第二次的话，它的过门因为是有这个音，不再是这个音，是这个音。那我们在弹这里的话，就是可以不用把食指直接移过来，我们这边可以直接用小拇指直接压这里，然后再直接用无名指来弹这个过门，所以在演奏上就会变这样。对，就是这里，得得得。所以这两点，这两个地方会有点不一样，所以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也会更方便的知道就是手指上的操作。好，那我们到我们的下一段就是我们的间奏啦。那间奏的部分的话其实是跟主歌一样的，其实就是根音的部分，那这边就是不用特别再说明，就是跟刚刚是差不多的。那接下来来到我们的第二次主歌，第二次主歌是从2分12秒到2分34秒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是音比较多的一个段落，可是先听起来很多，可是实际上它没有很复杂。那我这边也稍微提点一个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在弹奏上可能会让学习人会比较方便学习这样。那它第一个扣呢是在这个 B 的这个地方，那我先演示一次。那这一个过门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就是会有个滑音，然后它是从升 F 这个音，然后滑到 B 这个音。记得这边要弹奏的话，一定使用食指来做滑音。那使用食指的滑音的好处就是说，你在后来的这几个音，你都可以很顺畅的使用你的食指跟你的小指来做弹奏这样。那在第二个扣呢，就相对会更复杂一点点。那第二个扣是一嘛，那就是一样先弹两个音。那又是一样的滑音的招数，然后可是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是说，它滑音的方法就是使用无名指来滑。使用无名指来滑的话，它的食指啊，跟你的无名指，还有你的小指，会非常方便的接续后面的音。那这些弹奏习惯在习惯之后会非常的顺手，所以大家可以再多学习这样。好，那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第二次副歌。那我们第二次副歌是2:34到3:14。那第二次副歌跟第一次副歌也很像，不过它的这个第二次副歌是更有律动感一点。那这个律动感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在第二拍的正拍，它有做一个休止符的动作，所以其实它是有闷音的，那会让整体的声音更有律动感。那我等一下演奏的话，我前面我会先演奏一次没有律动版本的，然后另外后面的话，我会直接演示有休止符的版本这样。那在闷音的话，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闷音。那闷音的话，你可以使用左手做闷音的动作，也可以使用右手就轻轻把弦碰住，都可以。那这方面的话，看大家的使用习惯。好，那在下一段的话，就是第二次的间奏啦。那这第二次这个间奏的话，它就是 bass 比较安静的地方。不过呢，它在第一个音都有踩根音。那踩根音这件事，其实说简单说难也蛮难的，就是你必须要在心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拍数，有一个很好的节奏，你才能很准确的咬到鼓的大鼓。那在弹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在心里默念啊，或是说用脚踩去配合自己的节奏这样，然后或是去观察鼓手的律动，或是看他的大鼓，或是可以看他的大鼓，然后跟他做一些节拍上的确认这样。那在最后这一段的最后面，它有一个渐强的一个动作，所以在弹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就是最后的这个 A， 它是有一个渐强的动作，所以在演出上请一定要记得哦。那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段，我们最后一段就是从我们3:14到5:17这个地方，那这一段就是最后一段，它是开始最后的合唱，然后还有吉他 solo 的这个地方。那这一段的 bass 基本上都是弹的一样的，这一段的编曲呢，其实基本上就是前面的两次副歌，但都是把它弹满的状态。那第一次的话就是都是在弹在正拍上嘛，那第二次出现的话，就是它的第二拍的正拍是有做休止符的。那最后面这一长段啊，通通都是把八分音符给弹满，所以在弹奏上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直觉，也比较简单一点。好，那以上就是 Blue Burn 答案的 Bass 讲解部分。我是子成，我们下次见。